花西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丹纳斯洪灾快速离开，昨暝解读到陆上的警报，也不过今仔日也是洪灾上瓦近台湾的时阵，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气象局针对嘉义以南甲恒春半岛来发布大雨豪雨特报。啊，这个丹纳斯洪灾昨日暗接近鲁宋岛的陆地了后，结果怎啊散去？出现两个洪台中心，一个是丹纳斯，一个就留在菲律宾西边的海边。啊，就是这个，今仔日有机会增强为热带性的低气压，是不是变作洪台？爱个观察，也过为阴暗的深夜开始，南部就会落大雨。风云变化有够紧，听到洪台丹纳斯虽然讲已经解除陆上的警报，也毋过万唔通欢喜了太早。目前丹纳斯的脚步位越南偏东北东方这个海面上，回过台湾东部海面上北会带来大雨。今天将是这个台风最靠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台湾附近海面风浪会比较增强。现在在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，各地会有断断续续下雨，尤其在东半部地区、南部地区和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。气象局尤其针对嘉义以南的地区、恒春半岛以及现在的兰屿地区发布豪雨特报。当然，是风台回归台湾东部和南部海面，风影增强，会引起长影。风台当然是从伫菲律宾附近的海面一分为二，伫菲律宾西边地区也要伫发展，敢有可能会引起新的风台？今天白天还是稍微有机会稍微再增强一些的，但今天晚上到明天它进入的环境可能相对而言就不理想，但是整个系统是北上影响我们的，也预估它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会影响我们的天气。这个机器要的强度和影响的程度目前要再看，是讲英国风台分裂，捌动向台湾。民国81年，保利风台就是变成冷风台，前后扫过台湾，造成6个人无命。虽然风台路线甲强度拢袂共款，这个低气压目前所带来的雨量，咱南部乡亲一定爱细心。